今日咧健康解码咧，我哋请咗黄小姐咧，就分享佢咧食咗敏迪之后嗰个情况系点样啦。你好，我是黄小姐。我呢就应该两三年前呢俾啲蚊咬啊。俾蚊咬完之后呢就唔知点解呢佢唔好之余呢仲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啊。即係将个伤口呢越嚟越大係咁化开咗佢。好厚咁样。变咗你真身嗰啲肌肉呢好厚嗰啲达达咁样。係啦係啦。而家系细达咗好多。其实我系两个礼拜之前上嚟食饭咁样买咗支敏迪嚟试嘅，食咗两个礼拜之后咧，觉得 OK 嘅，因为收细咗啦，同埋冇咁厚啊，咁咧所以要今日再上嚟买。我谂我呢两年嚟讲，搽咗好多药膏啊，十只八只都有噶啦，消炎膏啊、类固醇都搽，即系用咗好多药膏都唔得咯，亦都去睇过医生噶，都唔得。我冇谂过呢几粒系叫敏感咯，都好在你介绍俾我咯。各位好，我又回来了。第二集第二節，我們繼續血案解封。今集呢繼續有榮少。喂，先人。繼續講今集的話題，就是這個巴士的慘劇。好了，第二節就講講這件事了。這件事呢叫做1998年的大年初三，灣仔北城巴翻側事故。好了，我現在講明一點先，這件案件呢或者這件事故呢是同今年嗰個二月份發生在大埔公路嗰一單嘢嗰一單事件咧相似，極其相似嘅。無論前後之後嘅口供，甚至乎嗰種翻側嘅狀況係好相似嘅。咁我哋去一去第一張圖先。嗱，當年啦，呢個喺個天橋度就成架反咗嘅。係。嗱，呢架車咧，同我哋上一節咧講嗰架車咧，最大分別喺邊度咧？呢架好难嘅地方啊，调翻转嘅系，但系呢个佢系个难咧，反而系一个空气嚟嘅，就系令到啲人死嘅最大嘅空气啦，系要烫开咗个顶，掉嗰啲人出嚟啦。系啦，咁呢一度咧就系嗰个巴士咧系个尾开咗个窿，咁死亡嗰几个咧大部分咧即系都系重伤啦，就喺个车尾度跌咗落去个桥底下边嘅，系啦，嗱一样系桥，一样。是巴士事故，但不同的地方就是呢，這個呢是這個石屎的我們叫做邊啦，就同頭先嗰個就唔同啦，咁佢都係高速掟落去嘅。好啦，嗱，咁件事情呢就發生喺啦1998年啦1月30日嘅上午9:45，咁呢個城巴118号呢就小西灣村呢就開去深水埗嘅。咁咧導致到最尾嗰個傷亡人數咧，下一張圖咧係5死57傷嘅，係啦，哇，係啦，五死其實都唔係少，佢涉及成個下一張圖係，咁咧嗱呢個就近身少少望到啦，咁樣嘅，咁但係咧呢個咧你預即係大概個人數牽涉到人數咧都係大概係60多人左右，係啦，咁但係咧呢一件事咧就有少少羅生門嘅感覺嘅。是啦，因为呢成件事是不牵涉第二部车，纯粹是巴士自己的问题发生。掟弯掟到咁嘅啫。是啦，好啦，咁嗱即係何其相似啊。好啦，咁就讲一讲咯。咁呢个呢呢个车长呢阿岑荣耀呢就驾驶巴士啦，就喺道路至道天桥转弯入道路至道时，因为车速过快入弯而引致翻侧。好啦，问下你啦，你啦。在庭上佢唔係咁讲㗎。佢系咩？佢话：我上车啊，梗系俾油噶啦，都系40-50公里。嗯，系啦，咁四五十公里安全。
的車速下面又怎會這樣呢？不是，這裡不是上車的，這段落車，這是落車的，是啊，這是不住逼力去的，你是上車你是給油，不過你落車沒有收油嘛，是啦，你是說得對啊，你上車是給油，但你落車沒有收油，而且他說的數字和政府即是警方那個調查員所搜集的證據是不完全不同的，不同的，沒得騙的嘛，這個數字是不同的，你有沒有得過逼力啊，還有那個車線都挺長，全部有數計的嘛，不是你說的嘛。好，下一張圖啊。嗱，當日咧，成個路係封咗啦，咁跟住就即刻去做搜救，即係叫做救護嘅工作啦。好啦，咁上層個車頂咧撞響咗防撞欄，聲 Abby 咁講啦，就燙開咗，三名乘客就被拋出，就跌咗落個橋底度嘅，咁樣嘅嚇。其實都唔係好高，但係以嗰個車速咧，後來講啊，梗係唔止五十啦。掟咗出去之後咧，咁嗰幾個咧就真係啊，就反為無佛術啊，啊回天乏術啦。好啦，咁跟住就。第二樣嘢咧就車長就雖然話佢喺維持喺四五十公里啦時速啊，但政府嘅高級化驗師咧就調查咧就話應該係67至71公里嘅，咁但路段嘅限制真係50嘅啫喎。喂，如果嗰架車下張圖啊，如果架車個路段嗰個車速同埋嗰個穩定性，如果係咁易反咧，執得粒啦，係啊，啱唔啱啊？其實有個角度嘅，如果個車咧個角度唔超過28度嘅話咧，架車係唔會反嘅。係咁以我所知呢啲巴士咧係好特殊嘅嘢咧，係有個唔知燈定有個響號嘅。嗱，呢啲可以網友咧就話翻俾我聽啦。咁好似話掟過某一個彎咧，如果佢臨反前會響嘅。係。喂，同埋而家香港嗰啲人咧比較係守秩序嘅。如果你話車頂咧企人就唔敢包啦，即係車上層都企滿人就唔敢包啦。變咗個重心咧，嗰個重心就漂移咗喺上邊咧，就好易反嘅。通常咧，車頂車上邊咧都滿人嘅話咧，咁下邊一定係滿曬，企曬沙丁魚啦。咁亦都擲翻等下，應該等翻雲個重量咯。嗰個重量都喺翻下層嗰度嘅。所以車上第二上層一定俾人企人啊，企人係好危險噶嘛。好嗱，下一張啊，睇下個車頂嘅特寫係啦，呢一度嗱，呢度喺其實掟到差唔多跣咗落嚟啊，再下一張啊。系啦，呢个就特写啦，就成个掟开咗嘅，开咗个天窗咁样，就啲人跌咗落嚟啦，咁样啦，系啦。好啦，下一张比较血腥啲啊，系啦，呢一张就当日啊喺下边桥底，救出嘅一个伤者啦，伤者啦，系啦。多数冇噶啦，喺嗰度抛落嚟。系因为真系跌落下边系石屎嚟噶嘛，系沥青路段嚟。可以留意一下咧，后边嗰几个伤者咧，其实系啲轻伤啲嗰啲嘅。咁你睇下咯，佢因为佢地下。掟完之後仲綫住，我哋叫派出去啦。一派出去嘅時候咧，刮到個地下都花曬嘅，好，再下一張啦。嗱，當時咧就咁樣啦。為咗勾走佢嘅時候咧，就有架工程車咧就固定佢啦，咁樣嘅。好，再下一張。啊，呢度咧就而家嘅狀況啦，大家可以睇得清楚少少咧。而家係咁樣嘅嗰個位置咁啊。好，再下一張。嗱，呢一個要講一講呢一度少少嘅資料啦。嗱，呢架車咧最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最特殊的地方咧，就係雖然反咗啫，但其實除咗個尾爛咗之後咧，其實佢個機件係正常嘅。系，咪可以整翻噶嘛？咪整翻咯，系啊，跟住就再繼續用咯。個殼都係自己香港搭嘅啫嘛，自己。系啦，咁好多巴士迷咧，就真係去研究呢架車喎，上係啲我哋叫巴膠，係啲巴膠。我哋算唔巴膠啊？巴打台嘅膠，唔係巴士迷啦嚇。佢哋又真係去咧，你真係好似驗屍咁驗。係，佢發覺原來上面嗰層咧，嗰啲座位啲罅咧。仲有啲乾咗嘅血跡喺度，唔係話哇好仙人上耳 feel 啊！突然間，因為佢清理得唔乾淨，咁後來佢再一次翻新嘅時候，翻新車籠，係啦，第二次係翻新車籠就冇曬啦，係啦冇曬啦，因為可能啲座位都拆埋啊，成咁，咁之前仲有啲花嘅，之前佢係翻新外邊啫，係啦，入邊可能求其抹一抹啊咁樣啦嚇嚇，好再下一張圖啊！哇！佢都好懶喎，用啲水壓槍一射就甩嘅咯。通常呢一個咧就係後來嗰啲巴士嗰啲巴士迷去影嘅相，就話當日佢呢個仲未翻身曬嘅，就影到好多，譬如話啲燈啊、滑滑地啊，成咁，即係來唔來會閃閃閃喎。係嗰啲唔話啲電線嘅啫，唔好太過靈異 feel。即係我哋就科學，我就係中意你喺度講呢啲嘢，好氣氛喺度。好，翻返嚟先，見翻你個樣先。係下一張相咧，我陣間接再俾大家睇啊嘛。好啦，
跟住咧呢单车祸咧，咁跟住好多人都伤咗啫，就咩噶嘛，咁就可以作工啦呢件事。佢啊真系大镬啊！呢一个咧就大家听到嘅相似之处咧就喺呢一度啦。呢单车祸咧而导致咧，因为呢单车祸导致下身瘫痪嘅乘客咧，阿戴兆基就作工就所讲啦。佢就同佢喺呢个车祸度去世嘅妻子咧，真系好惨。佢太太就呢间车祸度唔喺度，飞咗出去嗰、那个。系啦，但系呢个就下身瘫痪啦。咁、上车嘅时候咧，已经遭到呢个车长咧就好唔礼貌嘅对待啦。即系可能嗌十个两句，喂咩咁迟啊？咁你知啦，声言流流。又大年初三，赤口，赤口，冇辦法。咁又多人去拜年，其實好多人咧都買曬啲生果，一家大細啊，係啦，其實去拜年。咁就巴士咧，佢話咧行嘅時候咧個車速都好高嘅，咁就去到咧明華大廈，即係大概係首道嗰度啦。嗰陣時已經好鬼快嘅車，咁啊甚至乎衝紅燈添喺嗰度，衝咗紅燈，衝咗一次佢話。係啦，佢咧喺庭上面就講啦，佢諷刺呢個岑車長咧。就应该去呢个澳门参加赛车，系啦，即系话咧，其实个相似度最大嘅一样就系因为系个车，即系其实个意外发生就唔关路面嘅其他事件事嘅。嗱，我第三节讲嗰单嘢咧就啱啱调翻转嘅，就唔关个巴士司机事嘅。呢单咧个责任根本上。系人都知道 95% 都系佢嘅问题啦。仲有呢个车长咧，系揸过呢个路段卅几次嘅。嗱，虽然咧当日嘅城巴嗰、那个制度啦，就唔会话诶、哎、你呢个巴你啲司机就永远都揸呢条路线嘅，即系耐唔耐都会转嘅，间唔中可能有时都会调下更咁样嘅。咁但系就咁样讲啦，呢条路线都系熟悉嘅。系啦，同埋事发嘅时候咧，因为大年初三系公众假期啊嘛。少人走啦，唔系啊，系唔塞车，唔塞车冇错啦，即系根本上就冇乜可能牵涉到其他嘅车辆、道路使用者嘅问题，加上系天桥，更加唔会无端端飞只猫、飞只狗出嚟。系啦，呢个单咩呢个单线双程啊，一上一落噶嘛条桥。啊，唔系呢个系双线，双线单程，双线单程，全部都系落嚟嘅，全部更加唔会有啲事情发生啦。点会无端端只猫喺嗰度啫？冇嘢食冇剩，所以咧佢同埋佢系落喎。系啊，佢话系上喎。佢上桥嗰阵时佢加速啫，落嗰阵时咧可能又话转翻落嚟啊嘛。但系最紧要就话咧，其实成件意外咧系都系个巴士司机咧一手造成嘅，即系唔关任何，因为机件后来出都正常啦，佢就唔系撞烂个车头。咁即系佢淫尸都淫唔甩啊呢单嘢。咁就呢个咧车长咧。因为他作工的时候呢就前后矛盾了。法官就说喂你个契弟诚信有问题。决定呢就重判他呢重判啦、啊、听住我重判入獄啊。重判啦、啊。都是两年半。两年半。停牌都是四年。是啦。这个叫做重判啊。重两年半啊四年香港啊正常是坐一年一年是坐八个月的两年就是十六个月。系嘛？我当佢坐两年啦，好冇？都唔使坐两年，年几嘅啫。系啊，咁都系停牌四年。好啦，因为呢件事嘅争议性咧，根本上就唔高嘅，因为系摆到明系自编自导自演自己搞出嚟啦。咁变咗咧，呢件事之后咧，巴士咧就开始做一件事情啦。就系咧，啲巴士公司咧就喺个车度装呢个行车记录仪。所以咧，而家大埔公路嗰单嘢咧，第二日已经出晒报纸睇到晒咧，成个车嗰、那个行嗰个路线嘅时候嘅车速有几高，咁你冇得炸型，冇得走啦，冇得讲，冇得即系冇得呃啊，冇得呃啦，咁好啦，呢件事咧，点解攞出嚟讲咧，就系、是、因为咧。有一集咧，无所不谈咧，就阿老表咧，原来当年都系揸城巴嘅，系佢坐，又系呢条线喎，仲系后佢后面嗰架嘅，系啦，佢就讲咧，嗱呢个咧系下一班车嘅车长，系啦，系啦，下一班咯，下一班一样系一班啦，线，咁佢就话咧呢件事情咧就系当年咧个巴士制度啦，需唔需要答得到啲司机好大问题啊！阿 Danny 啊嘛 ，Danny 司机好大问题，摆明司机技术差，系咪技术差咧？就即系唔知，应该佢开得快嘅啫。如果佢技术差，佢唔敢快喎。系啊，系啊，即系等于行山，如果条山嗰、那个山路险径斜咧，反而就安全喎。啲人惊嘛，揸实晒就系嗰啲。唔係好斜嘅，打死人嘅喎。通常行山都係。我覺得呢個係鬥氣居多啦，係有啲鬥氣成分。冬天祥就話醉駕撞死六個都係坐六年，咁啊真係
幾抵喎，好似係嘛？即係如果以傷亡、死亡事故嚟講咧，交通意外無可否認咧，喺香港嘅罰則係比較輕嘅，係個刑責係比較輕嘅，係啦。就算告到你係瘋狂駕駛都好啦，咁其實佢純粹喺個交通意外嗰度判咧，其實都係我哋叫有限數咯。反而你調翻轉喺個街度咧揸二支槍，冇做任何嘢，係一支珍珠，可能都坐個碌數仲即係坐緊。係啊，因為你普通法係睇罰則啊嘛，同埋案例。系啊嘛，总之未有人试过判过咁多年咧，你就稳阵啦。系，冇错，就冇超过嗰个量刑系六年啦，但系从来冇判过六年。咁啊，可能试过有个三年嘅，咁个法官咪参考，咪跟翻佢三年。可能三年或三年半啦，哦，三年半多少少。用嗰个系用嗰个嚟量刑一个叫做比较。系啦，呢个普通法系咁嘅，通常。好啦，咁咧。跟住咧，我講埋阿老表嗰單嘢先啦。阿老表就話咧，其實當年咧，因為城巴同埋中新巴啦，佢哋都爭呢個經營權咧，爭得好緊要嘅，變咗城巴呢條線咧，佢開得好密。密到咧講緊係五六分鐘一班嘅，甚至六七分鐘好密嘅呢個車好密嘅。地鐵咁翻天。係，冇錯啦。咁啊爭客啊嘛，咁好啦。跟住佢就呢個聽聞咧，阿老表所講咧，就話呢一個司機呢個阿岑生咧，阿岑巴阿岑車長咧，佢就。彈閘嘅，嗱咁咩叫彈閘咧？就係、是、譬如話，我哋假設搭五分鐘一班嘅，譬如話搭半一班、搭七一班、搭八一班、搭九一班咁樣啦。佢上一架車可能搭半開咗噶啦，係即係未到搭半佢已經開咗啦。佢可能搭半上一架車開咗啊，到佢應該搭七噶嘛。係個佢就唔係啦，佢可能講緊係三十四分，甚至乎三十三分半就開閘佢啦。咁有咩好處咧？就係、是、你知啦，人咧唔會突然間一窩蜂去搭一架車，唔會噶嘛。啲人永遠都係。好似好平，即係好平均咁樣。譬如話，每幾分鐘，譬如話，簡直每五分鐘嗰個站有兩個人嘅咁。咁你早啲嘅話，咁上一架車再走咗，你都翻你再嘅話，根本上就順風車啦，變到望唔到客咯。咁你咪越揸越快咯，好多飛站咯。咁你越揸越快嘅時候，咪追到前面嗰架車咯。都冇人遞手，你咪係咁咁啊咩嗰啲咩回廠定直通車話？嗰啲巴士冇興嘅回廠係直通車都唔停噶嘛，係咁追住佢。跟住佢就差唔多追到好近前面嗰架車啦。啱啱老表早下一架。下一班，咁佢就講翻呢件事出嚟咧，就即係其實呢個司機都心車長都幾大，都好心急。好，最尾幅相出埋啊，睇一睇埋佢個樣先。嗱，呢個就係阿岑車長個專用啦。阿冬天祥話咩啊？理應判誤殺嘅，好難判到誤殺嘅揸車，因為佢係。好多時揸車去控制緊個機器啊嘛，佢因為佢唔係直接用去殺人啊嘛，係啦，佢嗰樣嘢唔係一個空氣啊嘛，係啊，係啊，好難判殺嘅，係啊，謀殺就多判誤殺，因為誤殺而入啊嘛，係冇錯，係啊，謀殺就謀殺轉誤殺，係啦，謀殺就改判佢改判誤殺，因為謀罪，因為入到罪，謀殺係有一個疑點都唔得噶嘛，好，翻翻嚟先啊。好呢節咧，大家可以比較一下啦。今年二月份發生嘅一單巴士意外咧，就何其相似，但歷史不停咁重複，二十年啦，足足二十年啦，又重複一次。嗰單都算係新年㗎，因為你過咗立春㗎啦。係冇錯，都係新嘅一年嚟㗎。係啊。好，咁我哋呢節差唔多啦，咁下一節翻嚟繼續有第三單嘅事故啦，巴士事故同大家講嘅，轉頭。我初相識嗰陣時咧，成塊面都紅卜卜嘅，有牛皮癬有食，食咗敏迪之後。嗰、那個情況點啊？食咗已經冇咁痕嘅啦。哦，冇咁痕。咁啲皮膚個滑淨程度係咪好咗好多咧？翻面就爭好遠啦。翻面就爭好遠。咁之後人係咪自信心大咗咧？基本上本身都係有啲嘅。你食敏迪咧，食嘅劑量係食幾大咧？通常都係我咪食四粒嘅。哦，咁你即係你都唔係十分嚴重嘅啫，基本上係咪？因為我有啲網友咧係銀屑病嗰啲要食夠八粒嘅，因為佢即係直頭要爆頭嗰只噶啦，已經去到好嚴重。對你嚟講，你最大嘅改變係乜嘢咧？去到我諗腸胃最大改變。腸胃最大改變，即係除咗牛皮癬之外，其實我原來咁多年來都係有呢個腸胃敏感啊，即係腸敏感啦，即係好容易肚屙嗰啲啦。係啊係啊。敏迪其實個原理上咧，即係所有敏感佢都誒佢可以有幫助，基本上。咁而家就唔會話成日肚痛啦。係啊，以前一飲到啲凍水就會即刻肚痛，即刻嚟啊！仲有呢啲皮膚質素都係改善咗好多嘅，咪冇咁紅咯，冇咁紅。咁系咪沟女咪移咗咧？诶，未试过。嗰个咧系一个南亚裔人叫德仔，佢基本上咧就一条头发搵唔到嘅。咁咧就后生，今年就30岁，用咗啲洗头水加啲精华素，咁就见到咧用咗个半月，就见到我哋而家嗰个广告咧圆形头壳出头发嘅情形，佢啲毛毛用翻晒咧就全部出翻晒。咁可能迟啲啦，等啲毛囊疏通咗之后咧会浓密好多嘅。